我了这么厉害，有各位哥哥拖着我往前走，我只要能活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全凭各位哥哥撑腰，都是我，你们都是我的贵人。对，弹幕立大功了呢，多联络一下。好嘞，川比哥，胳膊要有实力啊！感谢有缘天成，胳膊要有实力啊！跳舞的，那是，那是必须的。感谢万元哥的荧光棒，今天万元哥也不得了哎，奉献了不少。没过五星就要开会，过五星可以那个分开。妈的！会不会解释？不会的，上天会保佑你的。跳骚舞的都有实力，给哥哥吃掉头发的菜是吧？那万哥别删了嘛，我送你个小礼物。致死量未尽的菜。好队友连了来了感情，晚上一起住酒店，好嘞。你们都要几十块钱也不得了了，你今天也几十块钱也付出了很多。然后我今天认识了孟总、艾总，孟总和艾总，还有999哥哥，还有峰哥。我靠，我峰哥真的是今天，我峰哥真的是今天我吃饭的时候真的是太感动了，然后晚上又帮我出跑车。谢谢峰哥，谢谢，真的我记到心里。谢谢峰哥，今天认识了孟总，认识了孟总，孟总出了一个音乐盒。艾总抽了好多，艾总抽了好多，还有999哥哥，艾总和999哥哥。抽了好多，没有事儿的，没有关系的，你们一定会出的，一定会出的。集合，集合！等一下，一二。他又不穿丝袜。家里吗？对哦，你没说，我还没想起来这茬。一二三。酷酷，你不会要酷酷吧？你不会说什么小礼物送酷酷吧？别闹。视频收益都还给主播了，谢谢万愿，感谢万愿。认识峰哥了。感谢万愿，感谢浪漫哥，几天的视频收益全给我了是吗？艾总，艾总，艾，感谢艾总，还有孟总，还有999哥哥，谢谢你们。虽然没有出，但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出的。今晚这气氛才叫直播，因为我学会了用这个手机看弹幕，我在这里看弹幕，我会漏下很多弹幕。你妹的，我用这个手机看弹幕，你们看我一直在看手机，其实我在看自己的弹幕。主要是今天浪漫哥打弹幕打得好，打弹幕打得好，导致于我们的情绪推到了高潮，是吧？感谢南上哥哥，谢谢南上哥哥那个点火之笔。好，三个。小林旭，你是几？好，四。这种呢？很不错呢，感谢艾总，谢谢艾总的表扬。谢谢艾总，谢谢999哥哥，谢谢孟总，感谢我峰哥，谢谢峰哥。谢谢谢谢南上哥哥，还有浪漫哥的弹幕打得夸夸响，
每天请你吃个西瓜，你能打一天吗？你要是一整天过来给我打，那我就请你吃西瓜。但凡不是一整天，但凡不是一整天的，那就不行哦。哪天你一整天给我打弹幕，我就一整天我就请你一个。晚上打四个小时，四个小时，四个小时，那你不能到处跑，那得500加西瓜。哎，我们看看我们的礼物，500加西瓜，哦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，我一天都没有500块。我买了一条红裙子，我看他们都穿裙子，我也买了一条裙子。我看别人都穿裙子，我买了一条红裙子。一会儿穿给你们看啊，好不好？那你欠我好多西瓜。好呀，好呀，凤哥，我给你寄。现在喜欢，你要穿粉的。我从来没有穿过大红的，我从来没有穿过大红的，这是我第一次买大红的裙子，第一次买这种大红的很有女人味的裙子，不知道能不能穿。我第一次买这种大红的，日常穿不合适啊。哦，我住，谁说我不住了？我住。我很有可能就这一次住，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。是今天是各位哥哥拼了命给我送了一个酒店，我要珍惜哥哥们的付出。这不是睡衣。不是肚兜，一会儿我穿给你们看哦。可是我想穿给你们看，我有点怕，我怕他给我封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住酒店，第一次。这是我第一次住酒店。二期节目半个多月，哦，像你奶奶穿的是吗？和雪阳，这不是睡衣，清纯可爱，谁要不要穿的像个风尘女子？英雄所见略同，你们都不想我穿是吗？那我不穿了吧，不想我穿我就不穿了吧，你们要不喜欢我穿我就不穿了。这货他妈的给我，没有，我买了，你看，我买了一些针线，我买了一些针线，我可是很居家的哦。每天被一路过日梦。
他是因为你看到他就想吐，吐不了，吐不了一点儿，你就不能想我点好吗？你不能想我一点点好吗？讨厌。买了一双鞋子，没有了，被结束了。怎么办呀？没打完呀。重新连，可以打呀。没人连，不会呀。他们在干嘛？你过来没有？你过来没有？走谢谢万燕哥。他再多喝一瓶，那日子真的不过了，哈哈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哈哈，哈哈。喝到位，大火箭都要射出来；喝到位，就要卖房子了；喝到位，怒开公爵。莫燕，我给你寄瓶酒吧。莫燕，莫燕，我给你寄瓶酒过去，好不好？喝到位开公爵，喝到位卖房子，喝到位射火箭，哦活。看看吃的有没有，喝饱了。喝到我要开超地了，爱丽丝，怎么啦，星辰哥？不用，你把地址发来嘛，我给你寄点酒，好吧？给你寄两瓶雪花。哎呀，无条件接受我们的审判。有大哥想留包哥的话，14000可以留包哥留下啊。这是有规则的，因为有大哥想吃的话，也是。他给我搞出吧。这就别来找我。66朵花花，操！寄雪花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寄雪花呀、啊。雪花不好吗？是个天才少女。
为啥不弄个支架？弄支架干什么？弄支架干啥？系小花干什么？两天呀，这点重庆的纯生不弄支架，因为我有支架呀。这个是看弹幕的手机，双妹开了，好嘞，好的嘞，好的，峰哥。我靠，我有一幢房间，我靠，我的双倍卡呢？我的双倍卡好像过期了。欢迎南山哥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双倍卡怎么没有了？今天520了。今天520了呢，欢迎，感谢红卡拉米的荧光棒。今天520，有哪个哥哥先送我520，我家榜一，今天我家日榜一，或者是我家第一个520，我把房间 VIP 给他，我好像有一个房间 VIP。就是今天520嘛，就520这一天。对，不要了，呸！520就要收到520，好吗？冲冲冲冲冲！吹牛！对，今天520，今天520，感谢钓鱼哥的大气。剩下的都是碎片了，对，感谢红卡拉米的荧光棒。你说大家为什么想揍你吗？为什么想揍我？感谢999哥哥的打 call， 感谢999哥哥的荧光棒。其实我心里有人选了，但是我不。
感谢九九九哥哥。但是，那必然是铁运营万院，讲的太对了。我心中的人选是万院，但我觉得别的哥哥也很想要。哥哥们有没有冲一冲的把万院，拿下？我心中人选就是万院，但是我觉得别的哥哥会有意见，有意见，有没有哥哥冲一冲的？没意见，不，你要有意见，没意见，我靠。没意见，哇靠，谢谢，感谢浪漫哥的520，告白烟花，哇靠，感谢浪漫哥的告白烟花，牛皮啊，感谢青阳哥的荧光棒，感谢哦和，牛皮了牛皮了，感谢浪漫哥的粉丝钻粉荧光棒，感谢，感谢谢谢谢谢浪漫哥的告白烟花，稍等，浪漫哥肯定是好好家伙，我就说嘛，我真无语，那其实我心中的人选就是万院，但是很明显哥哥们有意见，哥哥们有意见，哥哥们有意见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这不还有一个碎片吗？哥哥们有意见，你看嘛。对。等一下啊。大切啊！哎，这怎么搞啊？这怎么搞上去啊？等一下啊！等一下，我这个还不会弄。我们这不是还有，我现在已经有八张卡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已经有八张碎片卡了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再弄一个卡，还可以再弄一个那个房间 VIP。我靠，浪漫哥手速真快！喂，浪漫哥手速真他妈快！哎呀，我咋弄呢？这个怎么加上去呢？感谢雨山哥，感谢九九九哥哥的小画家，
三十的时候真的升级，到三十的话就升级了。基本上你可以两年可以升级了。直接砍，就二十九的来直接砍。喂喂喂喂！哎，最后一波集合，快快，最后一波集合了。今天的最后一波集合，我这怎么弄不了呢？倒计时十五秒钟集合，没到的扣惩罚。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我这怎么弄啊？我这个不会用啊！我靠！一好，去酒店的已经达七，现在做左边。我在搞这个怎么弄啊？等一下，我把它弄起来。他妈，我笨蛋！我靠！我笨蛋！一二三，四个人去酒店转，四个人去酒店。好，感谢峰哥的办卡。想直接去酒店的话，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，咱坐一个去，好吧？姑娘一个，徒弟一个，小慧一个，然后爱丽丝一辈子只终于可以上酒店了，我操，牛逼啊！520了，我操，老袁他妈打这么多钱呢，我操，牛逼啊！老袁是两万七千分。今天一元卡粉丝回来了，哥哥们。在哪里？一元卡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手机弄不了。老袁的两万七千分。手机卡不上去。二楼是吧？手机卡不上去。老主角25757分，第二名。二楼 ，OK。你还不见名，看什么呢？咩咩第三名。二楼，我操，二楼还有七千。今天预约卡粉丝牌，还有什么亲密度？老山子第四名。二楼没有了。二楼那个。对吧，师姐？哪个？手机没有这个功能，手机没有这个功能。我去拿电脑。好的，浪漫哥。好的，浪漫哥。我给你安排一个酒店。好，老山子睡。好嘞。我在这搞半天，我他妈大笨蛋，我弄不来。要用电脑，这个要用电脑卡。九妹在哪里？九妹。我看我输了。他有两个选择，第一台又是第二台。今天开心不起来。第七名小林。今天可开心了，今天很开心。睡那个酒店，这个台桌是吧？开心。你是睡台桌还是睡鬼屋？特别开心。台球桌。特别开心。台球桌，好嘞，鬼屋赚钱了。然后。第八名老蒙在哪里？大家住酒店吧，我可以看。我呢？还有我呢？这样换天，没有我吗？然后第五名的话，第五名在哪里啊？7块3过来是第五名，啊，大概第五名，大概你选。你在干什么？谁是第五名？大概第五名。你信啊？我要把你的台球桌抢了。你住台球桌是吧？那你住台球桌，你就跟小丽去住台球桌，好吧？那老蒙的住哪边？好吧，二楼，不要了，大伯二楼，我们的话就条件不好点，没条件，就差点。跟朱九，今天吧，跟九妹，还有谁啊？没有了吧？就这么多了 ，OK。然后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，跟你们说一下，有个艰巨的任务跟你们所有人说一下。下雨。主打一直以来的话，洪湖，是吧？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家，对吧？没问题吧？啊，然后我希望所有的人一起把卫生打扫一下。确实，因为太他妈脏了，我就看不下去了，好吗？这地上所有白色垃圾，看到所有垃圾全部就用水收拾一下，啥都收拾。啊，然后从屋里面到外面厕所所有地方全部收拾一下，15分钟时间收拾，好吧？所有人都一起出来，一起动手。本来我想。先吃东西吧。
打两手蛋吧，今天开双倍了。所有人动起手来，一起收拾一下。对，因为确实太脏了，这外面。外面收拾了，给强哥两个人，给强哥两个人。谢谢谢谢谢谢秋哥，谢谢秋哥的支持，今天你预约卡很又烧香祭拜哥哥们，嗯，我收拾收拾去。今天最适合开，今天最适合开开正整了，因为今天咱们有那个双倍，就还有一元。对啊。太开心了。我觉得你也不是可以，你可以把五星过完了再给我走。还有那个二楼啊，二楼打天珠的，明天我会去二楼查房，我希望你们起来就把二楼收拾干净。我的二楼也希望跟厕所一样，我想拍两个。明天我来的时候会查二楼查房。我们是要把这里全部收拾一下是吧？你晚上给我想想，行，我晚上给我想想，今天五二零对呀，快点，五二零，跟他五二零拐起来了，对。今天可是五二零呢。谢谢文峰雨里。走一阵。麻烦点一点，赶紧。谢谢。都大小姐是吧？这怎么弄啊？你俩关系是吧？公主是吧？我方负责接公主节日快乐。少爷是吧？快点儿，好，不这么磨叽。下雨了，收衣服了，好。下雨了，不收衣服吗？哦，对，衣服在外面，我丢。今天真开心，感觉掉水了，对。我靠，忘记了我的衣服。我靠！哇，衣服淋湿了。
说的太对了。刚刚峰哥就跟我说呢，给我浇水了。你怎么慌神了？我他妈慌神了！啊，我这个大笨蛋！一会儿小红的弟弟就靠他了。我太笨了，又烧香祭拜哥哥们。大能把哥哥们哥哥吓跑了。你这个裤子把你们刮干净了，拿个像他对，肯定要洗。对，讲良心话，我先来那个了。讲良心话，你这不是好笑吗？我靠！是了，便宜了，赶紧换。你那个已经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棉花。有，哎，那个箱子里，那个箱子里有棉花是吗？那我得换一个裤子。我没看见呀、啊。对他妈跟你们一样，一天到晚的。不是运动员，就是小时候我们。哥哥们，等一下，我换一条裤子。吃出小鸡腿了。你去卫生间换。我打扫完再换。不要，先去换。不然的话，别人会觉得我在偷懒。不是你这个重要，你先去换，你换干净了先。没事。打扫完再弄吧。我好像，我好像崩了，下雨了，收衣服了，好嘞，我好像雪崩了，你小心点，最重要是接住那个人。以后有空接我弟弟。不嚣张了，不敢嚣张了，谁敢呀？啊！你们上八卦了，不过只有一条腿露出来，一个腿露出来。先把自己的行李收拾收拾啊！哎，我没行李在这。我就知道游戏，要么就是我知道游戏，要么就是看这废物。什么意思？我听见了。那怎么收拾呢？我漏崩了，我等一会儿换，我现在收拾要抓紧收拾，跟大家配合。我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回复弹幕啊，不要计较啊。我真不是运动员。配合别人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峰峰，谢谢浪漫哥。我自己的东西好像收拾不好。我以为他老在儿，我受不了，我滚！哎呀，
扫吗？这里扫一扫，这里还很脏。啊？怎么下那么猥琐？好的。真的好猥琐，刚吃的臭。说你家猥琐，说你家猥琐老头儿。啊。到这里面，吹牛逼。扔了，我扔了吧。别扔，万一你说。不是，是上一季的，第一季的人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我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来的。你要什么？这件衣服就在厕所了。毛毛，你要哪个？笤帚都给我拿了。这是你给我拿的吗？不是，那是那儿放着的，你就用那个。要不然那要是管的话，那儿有看有那个啥，这有衣服。好的。啊？你衣服，是西服。嗯。这边要脱的吧？你就脱吧。搞一下呗。神怎么这么猛啊？可以吧，头发是吧？哇，
不会是来帮我做五星的吧？哦，不是，是爷爷吓我，给我整激动了。怎么没有播吧？那神来给我，落在哪儿？你帮我把你的神，你把这个拖鞋烧出去。啥呀？我手机呢？烧！哦，我手机在外面被闷了是吗？是的，我钢铁啊，我这个醉了，就
弄死他吧。你把东西塞他嘴里啊！在谁嘴里？在谁嘴里？在你哥嘴里。这我也不管。谁说谁能睡觉？不知道这个黄金听完。说你应该。对，不交六点。说。你还能不说别人？六点半，六点睡觉，八点几点？这边要六七八点。充电器充电吗？比较晚。那个我没了。就是原装的那个，不是可以就是。可以看帮我开的那个。哇！坐着。哎呀，妈妈老说。那个。第二样，这是必须的呀。还有我坐这，服了，有本事你。感谢宝石姐，感谢宝石姐。感谢宝石姐，宝石姐牛皮啊！武汉周末到大学附近一房难求，你很懂啊，浪漫哥，小浪漫。感谢宝石的写的潘多拉。不行，拿个纸巾嘛。在哪儿？好。
自从看歌表，自从看了斗鱼，幺六八八的都他喵的少去几次了。嗯，幺六八八有什么好的？斗鱼不香吗？我操，我一样的。我去换个裤子，我血崩了，我要去换条裤子。不行，我把我的鞋子拿一下。我去找一下我的鞋子，把鞋子刷一刷。我的鞋子呢？我要把鞋子刷一下，我要把我的鞋子。那幺六八八不是我们，有我们香吗？认识了我以后，你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漂亮的美女。我们这边长腿小姐姐不好看吗？对不对？幺六八八哪有我们香啊？是不是？都比我香，死开吧你！我不听。跟我们去卫生间吧。真对呀，我他妈不知道，被骂了。我要进卫生间了，我要换个裤。裤子，我要进卫生间了啊，姐妹们，兄弟们，死开吧你！卖的都比你香，你那是个咱俩还。日抛的裤子，真不拿兄弟当外人啊！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，好玩个卵！我在卫生间了哈。快点搞好了再聊，好嘞，我们弹幕聊，我们弹幕聊，有我会看弹幕，我看到了我会及时回复。
别给他爸吃。